为了健康都不要和任何亲人婚配。他可没有乱说，这些在后世可是经过科学研究的，遗传基因是很复杂的东西。我知道了。一家人收拾好了东西，齐老将军一家都出来相送。齐老将军让齐行之和齐行峰送苏家人回家。两辆马车，苏家一家人的行李并不多，这么多的东西有很多都是齐家人准备的。他们的新家远离了繁华的京城，在京城边缘买下两处紧紧靠着的房子。齐行峰笑呵呵的。到了。宅子翻新还是他盯着的呢，边上的门匾是苏三郎说的苏宅，推门进去就是一排青绿的小竹子。姑丈、姑母，你们喜欢吗？宅院景致的设计可是齐行之亲自执笔的。苏三郎和赵氏都温和地笑着点头，他们很喜欢，喜悦之情一直在心头萦绕着。这是他们的家，以后他们会在这里安定，他们会在这儿慢慢老去。